除了直播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大批警力来到住宅门前，左右借户白衣男子进入屋内，只见开门的屋主还一脸不知所措。原来这是北市内湖警方配合北市警局规划为期10天的进程专案，扫荡黑帮及不法分子，警方锁定位在成功路这间公寓，常常有黑衣人出没，因此进行埋伏。果然发现一名正要外出的李姓男子，行迹诡异，异常身份发现，竟然是通缉犯。当场将他带回住处进行附带搜索，也搜出毒品 K 他命，而出租房屋的屋主也被逮获持有枪炮弹药。先来听一段警方的对应说明：一举查获散弹枪一支，开山刀一把，海洛因、安非他命等各式毒品，将林姓犯嫌等人依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将两人逮捕，并将持续向上溯源追踪枪支以及毒品的来源，要将所有不法分子一网打尽。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，时间镜头先交给黄内。 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镜好新闻。